哎呦，过年好！过年好！哎呀，来就来呗，拿这些东西，你瞅瞅。不是给你拿的，给我小姨拿的。啊，进进屋，进屋，进屋。哎呀，喝点水吧，孩子啊。小姨夫，我不渴。不渴呀、啊。没吃饭呢吧？吃完饭再走。我要减肥，我就不吃了。媳妇儿啊，饭不用做了，再减肥，咱俩出去吃。你是来给我拜年的，我得给你红包啊！小姨夫，我都多大了，我就不要红包了。压岁钱，我不要，不要，让我省下来。那你交上。服务员，二号桌买单。您已购消费198。200。好嘞，等着点。哎呦，哎呦，我这没零钱了，这样，我给您拿瓶可乐，行吗？不要可乐，我要2块钱。可乐3块。我不要可乐，我要2块钱。给你5块，走人。来瓶可乐。找我2块钱，什么钱呢？我给你5块，可乐3块，你不得找我2块？再给你瓶可乐。我不要可乐，我要2块钱。你腰着十个。你是服务员啊？嗯。有事啊？你长得像我爸。谁？你是我爸？什么个套路？什么个剧情？叫两声听听。儿子，爸，儿子，爸。哎呀，爸，你先吃着，我走了啊。好嘞，儿子笑着。出门捡个儿子。那边啊，带温暖炉了。好，咱俩的。先生，您儿子那桌一共消费250。您儿子那桌？赶紧走那个。这套路也太深了。一惊一乍干啥呀？有小姨不让你喝酒，你还喝？菜这么用，我不得喝2两吗？那还不喝？我小姨让我看着你，快点！吃饭真憋气呀、啊，这还是我家呢。不是你这吃螃蟹喝茶，你这啥吃法啊？让不管我？不吃。吃饱了。不是你这喝茶也能喝多呀？让你管吗？酒不醉人，茶也醉。你没下岗啊？老板对我舅。你是真能坑舅啊！老规矩，2瓶可乐。你上我一箱你都没喝够啊！喝上瘾了，你家可乐太好喝了。5块，3块钱一瓶，2瓶6块，没毛病，10块。有1块钱呗。我1块。找你5块，我不要硬币，我要纸票。我没整钱，真讨厌。再给你1块钱硬币，6块，纸票给我。有一钱不早说。可乐1块钱一瓶了。